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cecreamvivian 的黄雪燕。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就是 spray paint art。我第一次 try 的时候是在文东文化街，大家可以去 like 一下他的 Facebook 是 Art Studio Bogor。我一 try 了之后，我就爱上了这个 spray paint art。我觉得，因为像我这种粗心大意，就是不喜欢小细节的人哦，我觉得 spray paint art 就是蛮快的啦，蛮快可以完成一幅看起来很好看的作品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 channel 的话，请记得按下 subscribe， 我会继续的再努力做多一点影片给大家。当然当中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，发现自己就是很粗心，很没有耐心，这个是我需要再加强的部分啦。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在下面写给我。 Thank you。